升得这么高啊？弊啦弊啦，冇晒货咯噃，要清盘咯噃，咁咪冇晒货？系啊，荔湾区有冇啊？喂，系，冇错，我已经到达咗现场啦。系，同我哋之前收到嘅信息一样啦。系，冇错。好，我哋转头先倾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本期嘅生活调查团，我系格格。嗱，头先咧，大家听到我打电话咧，系咪以为话股市又有大震荡咧？股市大唔大震荡，我就真系唔知啦。大家咧都喺度疯狂咁抢购进口奶粉，以至于进口奶粉咧供不应求。而家大家最关心嘅问题就系佢到底可唔可以买得到进口奶粉？之但系我就有一个疑问啦，点解大家都要疯狂咁抢购进口奶粉咧？我哋马上嚟听听佢哋嘅意见啦。阿姨，我想问一下咧，点解你哋都要疯狂咁抢购进口奶粉啊？因为我屋企啲小朋友咧系食开呢种进口奶粉。咁阿姨，点解你又要买进口奶粉啊？因为进口奶粉咧，你成家人都饮得。老人家，尤其老人家小朋友都要食进口奶粉咧，就冇咁多嗰啲添加咩？嗰啲咩三聚氰胺啊、希德夸啦，所以我就好中意买。经过一轮街坊采访，我哋终于知道街坊朋友点解都想买进口奶粉。佢哋主要咧系关心到以下嘅几点：奶源有保障，适合全家人饮用，含钙量高，同埋无添加。咁但系呢啲进口奶粉系咪真系好似佢哋所讲嘅咁好咧？全片讲，查咗先讲。今期节目马上为大家展开调查。Hello， 大家好啊！真系估唔到我哋嘅乳汁咁抢手喎！大家食到嘅奶粉其实就系我哋嘅乳汁经过脱水加工而成噶，咁样系为咗方便储存同埋运输。之但系而家我哋啲奶水咁紧张，点解都要抢购我哋嘅奶呢？你这个脑瘤就不懂了吧？牛奶是在我们的食物中间是最富有营养的食物之一。它对于儿童、青少年、成年人和老年人都有不同的作用。那我们先来看看它对儿童的作用吧。促进骨骼发育。下面我们来看看它对青少年的作用吧。需要充足的营养。对于上班族来说，喝牛奶有什么帮助呢？补充体力和营养。对于老年人来说，补钙增免疫。看来我们对人类作出的贡献真是挺大的吧。但是我还有一个很苦恼的问题，同样都是用我们的乳汁做的奶粉，为什么我们的奶比不上国外的奶呢？不一定是进口的才是最好的，国产也有优质的奶粉和牛奶。那我们怎么样去选择或者说判断我们哪一种奶粉呢？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是要看它的营养成分哦。那营养成分最主要的就是从蛋白质、从钙等等它的含量来判断。第二，要看它里边是否有添加一些添加剂，特别是一些违规的添加剂。那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购买渠道哦，我们一定要去到正规的渠道里边去买，以免买到那些以假乱真的假货哦。专家话要判断牛奶是否适合家人饮用咧，就要睇下以下嘅几点啦。首先第一点咧就系营养价值高唔高啦，第二点咧就系是否添加咗添加剂，而第三点咧就系购买嘅渠道是否安全。都系等我打个电话先吓。喂，小明啊，系啊，你而家咧即刻去一趟检测中心，准备晒所有嘅嘢，我哋要对奶粉进行一次大调查。系，阵间见啦。为了帮街坊调查他们买回来的奶粉是否符合高营养，是否添加以及购买渠道是否安全等要求，家家就带着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到云山施以社区，上到街坊屋企看看街坊饮紧乜嘢奶粉，然后再搜集他们的奶粉去检测。想问一下，你们家有喝奶粉的习惯吗？有个小宝宝。有个小宝宝，那你们家喝的奶粉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呢？美赞腾国产的。哦，国产的。我能不能帮你们家的那个奶粉做一下体检？可以给我取一点点样吗？可以。啊，谢谢你。咁我而家咧就搜集咗一家人嘅奶粉啦，咁我哋而家咧马上出发去搜集下一家噶啦。
那这个就是我们家的一家人都可以喝的，这个是我小孩喝的。哦，这个是国产的奶粉对吧？然后这是进口的奶粉。你们把这两个都拿回去给我做检测，到时候告诉我结果好不好哦？好。价格真系有晒错，冇放过啊！见到街坊就问人哋屋企饮紧啲咩奶粉。哇！你睇下，我哋话咁快咧，已经收集咗非常之多奶粉啦。嗱，我身后嘅呢位工作人员咧，非常之辛苦啦，就全部咧立晒喺佢嘅身上啦。咁因为咧，我仲要其他嘅街坊嗰度咧，仲要继续收集奶粉噶嘛，继续辛苦你啦吓，我先走先啦。嘉嘉，你真系冇良心啊！我哋嘅工作人员咁辛苦都唔帮下手。经过我哋嘅一轮街坊，睇下嘉嘉佢哋手上面已经盆满钵满啦。手上拎住嘅呢八包奶粉咧，就系啱先从街坊朋友嗰度搜集翻嚟嘅。咁分别咧就有四包系进口奶粉啦，而四包咧就系国产奶粉。咁我哋即刻咧拎去做翻个体检啦，走啦 ！Hello， 嘉嘉。Hey, hello。专家咧我就带咗嚟啦。咁你呢边进行成点先？梗系准备好啦，嚟，好好好，哇，好重啊！咁专家就帮手拎住啦。咁我哋而家即刻咧带住啲奶粉去做检测啦，走。嗯，走啦。今日咧，我哋将实验室咧搬到嚟云山思义社区啊，咁啊，我哋仲邀请到咧就每周一检嘅刘老师嚟参与我哋嘅检测噶噃。刘思源，广州每周一检食品药品安全研究所高级检测员。系啦，冇错，而且咧，我头先亦都喺八位街坊嗰度咧搜集咗八包嘅奶粉翻嚟啦，分别咧有四包就系进口嘅，而四包咧就系国产嘅。咁我哋第一项咧，首先嚟睇睇啲奶粉当中咧有冇含有呢个添加剂成分啊？咁其实乜嘢系无添加零？添加咧呢個問題都係要請教翻最專業嘅劉老師先知啦。係啦。零添加咧係指冇添加一啲轉基因嘅植物油啦、棕榈油啦、香精、色素、蔗糖，同埋一啲補充蛋白質嘅三聚氰胺，仲有麥芽糊精。老師一連串講咗呢啲嘅專業名詞，聽到我哋真係一頭霧水啦。就連現場嘅街坊都睇唔清點樣分邊啲係允許添加嘅添加劑，邊啲就唔可以添加噶。專家話俾我哋聽，非法添加劑當中比較常見嘅一種就係麥芽糊啦，危害就係添加量多嗰陣，奶粉嘅營養成分就會大大降低。危害最大嘅就係非食品添加劑嘅應用，例如三聚氰胺嘅使用，對人體嘅危害就非常大。事不宜遲，我哋馬上進入實驗，一齊睇下呢啲嘅奶粉當中係咪含有非法添加劑啦。我看到你那邊準備了很多實驗器具，其實我們今次的實驗要怎麼做呢？我們主要是做一些奶粉的三聚氰胺和麥芽糊精，將奶粉用我們的稀釋液稀釋10倍之後，然後直接滴加在我們的檢測卡上面，5至8分鐘就可以看結果。哇，都是很快速的檢測，非常快。馬上就要請我們的老師幫我們做今次的實驗。如果說在實驗過程當中有什麼需要幫忙的話，即管跟我們兩個提就可以了。 OK， 下面就交給老師你了。7至8分鐘之後，三聚氰胺檢測卡就可以輕鬆快速咁檢測出呢八款奶粉係咪含有三聚氰胺啦。如果檢測卡上面嘅 C 同 T 嘅位置顯示兩條紅線，咁就表示奶粉當中唔含有三聚氰胺。經過檢測，呢八款嘅奶粉都冇含有三聚氰胺，而麥芽糊精我哋可以見到，經過點液嘅檢測，呢八款奶粉沖出嚟嘅牛奶都冇出現藍色嘅情況，亦就係話呢八種奶粉都唔含有麥芽糊精，所以無論國產奶粉定係進口奶粉，都冇添加非法嘅添加劑。原來三聚氰胺同麥芽糊精竟然會導致咁大嘅危害，好彩我哋呢八款嘅奶粉都冇檢測出嚟。但是你们又知不知道还有些牛奶是会添加一些防腐剂的，这个呢会导致你整酸奶的时候凝固不到的、啊、相信大家都在家里自己做过这个酸奶的、啊、我看你这样的款式应该就做都做不成的是吧？喂，那鱼的事就不要大庭广众到讲啊，不过也是觉得奇怪、啊、那每次做完个酸奶之后呢，那杯酸奶都是一杯牛奶、啊、你整不成酸奶就肯定是你的牛奶添加了太多的添加劑了。不是啩，酸奶又跟添加劑有關係？那就肯定有關係啦，不信了做一個實驗給大家看、啊、今天呢我就準備了這個酸奶機、我叫你準備的牛奶準備好沒有？當然準備好了、啊、快點拿出來給我看，一早就可以準備了。哇，睇个样好似唔错咁噃，等我睇睇先。哇，你呢杯咩嚟噶？杰塔塔1999咁，你对佢做咗啲咩嚟啊？喂，
咁做酸奶要喺高温嘅条件下先做得好啊嘛，咁所以咪一早拎到去晒太阳咯，系咪好掂咧？唔系啩？酸奶机嗰种高温同晒太阳嗰种高温可以等同嘅咩？吓，老师？按正常嚟讲咧，酸奶嘅制造系应该喺37度嘅，但系高温下都可以做到，但系就系个风味就冇咁好咯。哦，所以而家呢杯已经系酸奶嚟啦。系啊。我可以咁理解嘛，老师？都可以咁理解。咦，但系咧，同样都系放喺太阳底下晒，点解唯独呢一杯咧可以凝固得咁好，而其他嗰啲都仲系水流流成杯牛奶咁嘅，老师？因为呢杯牛奶可能系冇添加到防腐剂，因为防腐剂系会抑制微生物嘅生长。咁如果添加咗防腐剂嘅牛奶，做出嚟嘅酸奶成形就会冇咁好啦。唉，唔怪之得啦！我次次做酸奶都失敗，原來我買咗有添加劑嘅奶粉啊！唉，咁啊係咯。不過話時話咧，你記唔記得咧？呢一杯沖出嚟嘅奶粉凝固得比較好嘅呢一款奶粉係邊一包啊？好彩咧，我做足功課啊！呢一包啊，六號啊，係澳洲德運奶粉。经过非法添加剂的检测，八款奶粉都不相上下，但是在防腐剂方面来看，进口奶粉就稍稍领先。综合以上的实验检测，进口奶粉当中的德运奶粉的质量暂时是比较好的。没有防腐剂的奶粉对人体虽然是好，但是对于奶粉的保存来说是没那么好的。一般没有防腐剂的奶粉呢，保质期比较短，所以要注意它的保存方法。對於袋裝嘅奶粉嚟講咧，開封後最好係將袋口扎緊，常温保存，最好就唔好放喺冰箱裏面保存，因為你多次取放嘅話，冰箱內外嘅温差同埋濕度嘅差別係會令奶粉比較容易潮解、結塊同埋變質嘅。對於罐裝奶粉嚟講咧，開封後最好係將塑料蓋冚緊。亦都可以將奶粉倒置，咁樣奶粉就會將個蓋口封住，咁樣嘅保質期就會可以延長一啲。有啲人咧中意將奶粉裝喺啲玻璃容器度保存嘅，咁建議大家喺揀玻璃容器嘅時候要注意一下，最好就唔好用一啲透明嘅玻璃，揀一啲有色嘅玻璃，因為奶粉係需要避光嘅。咁如果光線照射到啲奶粉嘅話咧，就會破壞奶粉裏面的維生素等等的營養素的。評判牛奶的好壞其實是一門大學問，除了零添加之外，營養成分也是最關鍵。中國有幾千萬宗老年骨質疏鬆患者，他們當中絕大多數的人以前都不喝牛奶或者喝得很少。事實上，牛奶當中富含鈣、鎂和鈉等金屬元素，100克嘅牛奶就含有鈉120毫克到130毫克，含鈣大概系110毫克到140毫克。所以喺选购牛奶过程当中，一定要着重注意蛋白质同鈣呢两个指标。接住落嚟，我哋将会带住八袋奶粉，跟住林老师一齐翻到检测中心，然后对呢啲嘅奶粉进行蛋白质以及鈣以及维生素含量嘅详细检测。想知道如何辨别奶粉的真伪，又或者了解更加多关于我们的节目内容，不妨可以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又或者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小编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将会全程为你们解答。什么话？进口奶粉的蛋白质含量竟然比国产奶粉的蛋白质含量足足高出5倍，究竟国产奶粉的营养价值是不是真的比不上进口奶粉呢？喂喂，你不要走那快啦，我都想知道结果的。不用这么急、哦、大家一起看，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好想知道嘅。我哋用表格将各项嘅营养指标都列晒出嚟，从数据可以好明显咁见到，各款蛋白质含量当中，三款进口奶粉嘅蛋白质含量都要比国产奶粉嘅要高。其中最高嘅落后进口奶粉嘅蛋白质含量，比三号国产奶粉嘅足足高出成倍咁多。而含钙量嚟讲，国产奶粉同进口奶粉就不相上下。无论是蛋白质定系钙，其中营养价值最高嘅就系其中一款进口奶粉德文奶粉。通过各项 PK 可以睇出，进口奶粉喺添加剂嘅使用同营养价值上面，真系要比国产奶粉嘅稍好。嗱，家家愿赌服输啦吓，啲进口奶粉咧受到国人嘅追捧咧，其实唔系冇道理嘅噃。系，虽然话呢个进口嘅奶粉咧好系好，不过你都见啦，嗱，而家进口奶粉咧其实有好多都系掺假嘅，咁点样样先至可以保证到我哋街坊朋友买嘅进口奶粉又安全又好咧？咦，我有信息喎，睇下先。
嗱，你睇下，都话日头唔好讲，日晚黑唔好讲鬼啦。啱讲完呢个亲假嘅进口奶粉咧，我就收到 boss send 过嚟嘅呢条短信，佢就话有位街坊咧就买咗。懷疑是流的進口奶粉，咪啦，你都是在呢度處理埋其他的手尾，我就即刻過去看看咩回事啦。好好，拜拜。好，咁喺呢度交俾你啊，走啦。是这样样的，因为我姐姐就吃开这只奶粉的、我之前呢都在那个即是那些卖进口奶粉的店买开，我买了之后回来喝，喝什觉得阵味好像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样样，但你可以闻一下，真的即阵味是比较好腥啊，啊真所以我就好担心咯，你知噶啦，加啲嘢都系要靓，靓得真系质量又要好啊嘛，所以我就谂紧，死落到我老公度，阵间翻到嚟话，做乜咁样样啊？贪平就知道我买啲咁样嘅奶粉，肯定就会话我噶啦嘛，所以咧我就好希望你哋调查团咧帮我可以睇下原因喺边度咯，系睇下我系咪真系买咗假奶粉咁样。好，你唔使紧张住先，系我大概咧初步已经了解咗呢一位年轻妈妈嘅一个诉求啦，唔紧要，咁跟住落嚟咧你就。將呢罐奶粉交俾我，我就拎去專業嘅機構咧去進行一個檢測。咁檢測完之後咧，我會將個結果講翻俾你聽嘅。咁你而家係啦，你而家就唔使咁擔心住先。咁下面你就將呢罐奶粉交俾我啦。好，唔該你嚇。我哋即刻将呢位街坊嘅奶粉送到检测中心，等工作人员对佢进行详细嘅检测，睇下呢啲嘅奶粉到底有冇问题。万幸嘅系，呢位妈妈买到呢两罐奶粉都冇被检测出有非法嘅添加剂，营养成分亦都系符合国家标准嘅，所以呢位妈妈亦都唔需要太担心嘅。咁可能咧，亦都會有啲朋友仔咧，好似頭先短片當中嘅嗰位媽媽一樣，擔心自己買翻嚟嘅進口奶粉咧，可能係假嘅進口奶粉。咁唔知點樣先至可以買到真真正正如假包換嘅進口奶粉咧？有啲乜嘢途徑可以購買到啊？首先，我哋先嚟了解一下乜嘢叫做跨境商品。跨境商品有幾種，第一種就係我哋普通喺進口超市或者係進口專賣店買到嘅奶粉，已經交完税噶啦。第二种就是直接从国外邮寄翻嚟嘅，就是我哋平时所讲嘅代购啦。第三种就是保税仓直接发保金，经由海外正规渠道采购噶，提前储存到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等待消费者完成订单支付同埋纳税，直接从仓库配送到国内嘅消费者嘅手中。哦，原来购买进口商品的途径是有三种的，都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知道在商场又或者是网上找代购，以及在保税仓买回来的进口奶粉的真伪呢？不如我们首先就去了解一下在商场又或者是进口商品专卖店买回来的奶粉怎样去辨别他们的真伪。那你可以了解一下，因为它原装进口必须要写明原装进口的，咁同埋個產地啦，產地必須要係外國噶啦。即係如果係原裝進口嘅咧，佢入到嚟中國咧係必須要係詳盡嘅中文標籤。咁佢個營養表咧係必須要好詳細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66條以及《進出口食品標籤管理辦法》嘅有關規定，進口嘅預包裝食品必須有合格嘅中文標籤。咁啊，好多媽咪咧都會睇條形碼啦。咁如果佢條形碼嘅話，好多媽咪話一睇69就以為係國產嘅，其實都唔係嘅。條形碼咧係唔代表產地噶。咁你最主要就係睇真正嘅生產地址咯，唔係話睇條形碼去辨別咯。如果你更加唔放心嘅話咧，可以睇下每一罐奶粉咧，佢都會有呢個數字喺度嘅。咁呢行數字咧係代表佢嘅奶粉係真正係原裝進口，可以追溯到佢係邊度出產嘅。在购买的时候，除了要注意条形码和中文标签以外，还要注意查看一下生产证明、原产国证明、出口检验检疫证书等等相关材料。除了超市和进口专卖店的进口奶粉之外，网上代购的进口奶粉又应该怎样去辨别真假呢？现在有很多人贪方便就喜欢网购的，只不过网购都有网购的弊端，比如说一个是花多眼乱，太多拣择了，不知道怎样拣，而第二个就是我们看不到实物，就很容易会被鱼目混珠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发生了。好像我刚才就在几个大型的购物网站搜到同一款的奶粉，但虽然说是同一款奶粉，它卖的价格都是參差不齊，各式各樣的。好像有一些網站同一款的奶粉可以賣成幾百元，而有一些網站它賣這一款奶粉只需要幾十元就有得交易了。
而家网络代购市场仍然存在好多个灰色地带，任何正规嘅代购正品，再加上税费，如果价格远远低于市场正常嘅价格，咁货源就好难有保证啦。因此，境外代购千祈唔好被低价迷惑，价格越低，商品品质就越难保障。购买嘅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多对比，防止上当受骗。唔知保税仓购买跨境商品嘅流程系点样嘅咧？咁我哋而家就揾到咗一间正规嘅经销商，睇下喺呢度可唔可以揾到我哋要嘅答案啦。购买跨境商品嘅流程咧，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步骤。首先第一步咧就系我哋个人身份证嘅一个录入登记。咁第二步咧就系我哋注册完之后，我哋就可以选购结算支付啦。支付完成之後咧，我哋嘅商家就會進行一個訂單、運單同埋支付單嘅一個三單對碰，提交到我哋嘅海關進行一個審核。啊，咁呢一個審核通過咗之後咧，就會進行我哋就由保税倉嗰度進行一個貨品嘅配送，直接配送到我哋用户嘅個手中嘅。李 Sam 哥，我仲有一個問題咧，想問一下嘅。平時咧，我哋網購咧就可以隨時隨地咁樣查到物流嘅信息，啲貨品去到邊度，同埋咩人去派送啦。咁如果話我哋喺保税倉嗰度購買跨境嘅商品嘅話，係咪都可以得到如此詳盡嘅一個信息嘅咧？可以嘅，我哋嘅消費者唔單止可以通過我哋商家提供呢個快遞單號嚟查詢我哋嘅跨境商品嘅流通到咗邊度。我哋仲可以通過全國首個質量追溯平台廣東自檢口岸公共服務平台上面查詢到我哋所購買呢個跨境商品嘅一個信息嘅。經過節目對跨境電商嘅介紹同認識，相信大家對跨境商品嘅購買有咗錯誤嘅認識啦。所以要了解呢個奶粉嘅真正嘅品質，唔單止要聽媽媽們嘅口口相傳，仲要了解奶粉嘅原產國嘅口碑。國外大品牌擁有悠久歷史同埋雄厚嘅科研實力為背景，為奶粉嘅品質提供更加強大嘅保證。例如喺澳大利亞，德運奶粉係絕大多數媽媽嘅首選品牌。想知道如何辨別奶粉嘅真偽，又或者了解更加多關於我哋嘅節目內容，不妨可以掃描一下屏幕下方嘅二維碼，又或者直接打電話俾我哋嘅小編都係可以噶。咁我哋咧將會全程為你哋解答。咁今期節目時間咧到呢度都差唔多咯。睇完我哋今期節目之後，相信電視機前嘅你哋咧都知道如何去揀一啲令到我哋食得安全又放心嘅進口奶粉啦。同樣地，如果話你哋感到有啲咩疑惑嘅話咧，都歡迎撥打我哋嘅小編電話，我哋24小時會接通噶。咁下期同一時間我哋再見咯，拜拜。